今天能不能直接收掉？谁的？夏侯惇拿到这个红 buff， 苏烈大招大闪拍张飞，但张飞拿大抵消了这个苏烈大招，很难受。哪吒撞进来，杨玉环原地开大奶一口。这波的话 ，YTG 不能再打了，必须要撤。关羽切死了中路，又绕到后面来，一刀劈到了马可波罗身边。这波马可波罗不敢再输出了，环境特别差。再定一脚剁死，还有转。普攻红 buff 直接带走，拿到二连击破，这边应该是一个三杀了。